在我这种不是很会做家事的人，我就一定要找一些厉害的东西。今天我的秘密武器就是它，简单大师摩羯布。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我们拉拉看。是吗？你就拉拉看嘛，你那不是一拉就破了吗？这个是一般的厨房纸巾。告诉你，它还可以湿着用，沾水的，等到给它泡下去嘛。你看哦。Wow.取代传统厨房纸，湿掉后容易粘黏破掉。简单大师摩羯布，不用清洁剂，不需搓揉油污，就会自动脱离，脏了就丢弃。它其实呢，里面就是有这个超细的纤维，它吸水力很强，它的柔韧性很高，它不容易破掉，它不限场地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三卷哦，总共150张，599，丝瓜模组，一步搞定，就它。